欢迎你来跟舒燕学中文。你好，我是舒燕，这里是幽默中文。中国人非常礼貌，有时候客气得有点过分，于是就有人编了这个笑话。从前，有个女人怀孕10个月了，还没有生孩子。医生听了听她的肚子，说：“恭喜，您肚子里是双胞胎。”女人问：“你怎么知道是双胞胎？”医生回答：“他们在说话呢。”女人惊奇道：“真的？他们说什么呢？”医生又听了听，说：“您先请，不，您先请。好，我现在来讲一下关键词：礼貌、客气、于是、过分、边、怀孕。恭喜，双胞胎，惊奇，您先请。好，我再用正常语速给大家讲一下这个笑话儿，您听好了。从前，有个女人怀孕10个月了，还没有生孩子。医生听了听她的肚子，说：“恭喜，您肚子里是双胞胎。”女人问：“你怎么知道是双胞胎？”医生回答：“他们在说话呢。”女人惊奇道：“真的？他们说什么呢？”医生又听了听，说：“您先请，不，您先请。好，我再来读一下关键词：礼貌、客气、于是、过分、边。”怀孕，恭喜，双胞胎，惊奇，您先请。这堂课就上到这儿了，再见。